1:6，用你的拉距除你这个除以你要裁的皮筋的拉伸比，得出来这个数，加2到3厘米，绑一副试一下，长短进行微调。因为皮筋生产厂家也不同，每一个批次生产出来的皮筋它的拉伸比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你手里边要裁的皮筋这个拉伸比去试去做，别人的长度对于你来说只能作为参考。学会的兄弟们，双击评论666。说一下这个传统，请看一下后手，放在食指的第二关节哈，卡在这就行了，不用使劲捏，卡着就可以。啊，如果推出的时候是竖直的，竖直垂直地面，撑开之后上下俩筋重叠，嗯，就能看到上面这俩筋，然后用这来瞄，这俩弧中间这儿。即使不是这个羚羊弓，瞄点也在这儿啊，这一条是参考点。根据距离的高低，根据距离的高低，前手。打的口香糖的瓶子。漂亮，中了666，擦边。